向佐近日出席公开活动期间，同一位扮李小龙嘅模仿者较量切磋，佢大巴刮咗落模仿者块面度，之后嗰位模仿者不甘受辱报警，仲拍咗片想讨回公道。事后向佐发出声明，亦都公开活动前嘅彩排片段。佢喺声明中列出三点去澄清，佢话：第一，我唔系去呢个活动玩嘅，系活动方揾我去合作。而且有很多人希望想模仿我自己打自己面的一个梗。第二，他都是李小龙先生的标志性动作。第三，舞动我都花了很多心思去跟他们分享，希望在场的时候有最好的效果。其实在场里面到我走之后，大家走的时候都有说有笑。如果有些人真是为了新闻故意这样搞我，我无话可说。没事造谣，我不怕，有事找我，我一定还。